太难了，只能说是我心目中的女神，会开车的女生，我真的很羡慕会开车的女生。会吗？开车真的很简单，真的。对，其实开车就是反正就是开出去就对了。对，我其实坦白讲，我 OK 的耶，我开直的没问题，不要让我转弯。不行。那如果停车呢？没人停车你也不会，转弯你也不会。美人姐，你放心，现在有那个自动倒车停车的，算了，那个很方便，那个、他不用这个，对。所以你有没有？因为你可以扛得起这个变速箱，对不对？它其实是靠机器一块辅助，我是要平衡它。那你的力量也要很大、啊。对，今天还算。听说你可以新娘抱我们现场的人。阿本，我可以。牛血了、哦，你可以有，来，是吗？真的假的？哇哦，新娘抱哎、欸！阿本，你被抱，你会不会想死啊？对啊，哇，我真的要抱女生都可以抱就好，记得不要娇喘，怀里了，可以，哇，还转圈，送入洞房。阿本有几公斤？60哎，哇，60，而且应该谎报，可能65左右，突然有个很幸福的感觉。我朋友搬家的时候，他没爱找我。对啊，然后我妈都跟我说，就是如果以后没工作，叫我去搬家公司应征。你可以去那个砍瓦斯，砍瓦斯，松松啊！你有没有考虑，我下次换引擎的时候，你来帮我？你看我不用机器了哎、欸！你们就请坐，组个公司吧哈。天啊，好厉害哦！这样子娇娇的女生可以把阿本抱起来，还转圈呢、欸，很厉害，真的超厉害。所以你没有对啊，修车厂其实还蛮危险，会不会有因此受过伤？我其实比较常的是自己破街啊，对，因为我每次修完那个隔息都先放地上，然后自己踩到，然后就忘记收啊，然后就破街出去了。对，比较常是这样，反而不是因为自己因为被东西压到或者是怎样，了解，比较常是跌倒，厉害。哦，刚那是会开车，这会修车哎，好厉害，好厉害。其实我也蛮爱开车的。我曾经遇过一次最惊险的状态，是我在高速公路上面把人家拦下来。干嘛？把人家拦下来，挡车硬拦下来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我那一次非常的生气，我那一次下大雨，然后我开一台老爷车，然后我在快进隧道的时候，有一台车从我逼住，就是那个驾驶座靠近后面那边。直接挤过来，硬切过来。然后那时候我当下只有两个反应，一是我掉到碧潭桥去，掉到潭里了。然后另外一种是撞隧道口，对，只有这两个反应。因为我时速差不多130-140，哇。然后后来呢，我就硬刹下来，好不容易刹下来之后，整个松一口气。但是我火气上来了，我就直接开到那个人的车前面，我就开始追他，就把他硬挡到。他下车这样，然后我就噼里啪啦一直骂，一直骂，一直骂，骂到我玩这样子，所以看起来像大哥的女人。对，不是因为我真的太火了，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太危险了嘛，我真的吓到，因为我是吓到一直抖，一直抖的那种。所以你们两个要不要一起去陪掐一下？来，感谢，谢谢，好朋友，恭喜，好，欢迎欢迎。好的，各位，接下来这位呢，本身是一个葱农哦，是我们的青葱正妹蒋宇杰，欢迎。长这么漂亮，蒋宇杰曾得过世界模特儿大赛第6名，但令人难以想象，他目前的职业竟是葱农。究竟他为何会选择这样的行业呢？因为穿这样子去种葱，为什么会从事这么特殊的工作？从小家里就是务农的，所以才有机会参加从事这个工作。啊，怎么那么白，把脸都会蒙住这样子？哦，就剩一个眼睛一样。对对对。啊，你再放下来没关系。啊，种葱要几点去种？一大早，大概8点左右。好早，早上8点种葱。现在天气很热，对，那么热，会不会中暑啊？有，就是每天差不多要连续8个小时，然后在大太阳底下面种葱，然后再种葱，再搬葱，再回去。而且身体是浸到水里面的，对，因为葱是没有洗葱才是种在浸在水里面，对，洗葱的时候要种葱本身它土是干的。哦，对对对。那冬天会泡到冷水？我都好想买它的葱，这么水灵的，你还种出来的葱啊，一点空气啊，会吗？冬天会冷吗？冬天会，因为我们是用山泉水，雪山山脉跟中央山脉留下来的山泉水，我想要跟洗葱这样子。洗葱，洗葱你要做，手都会比一般女生还要粗糙。美人姐，感受一下，请假。对，有啦。
可是，一般农夫看到你应该很开心。啊对啊，有没有变壮？就变成这么漂亮女生在旁边，因为那边都乡下，都是一些老爷爷老太太的，有心无力。我好奇是不会想要把你娶回家当自家的媳妇吗？有很多很多妈妈都会来问，哎，你有没有男朋友啊什么的，然后可不可以留电话？嗯，那你有男朋友吗？我有男朋友。男朋友被订走了，也是务农的吗？没有，他会帮忙。对，啊，你的葱还蛮可怜的，认识我之后他就要帮忙务农。啊，你可以扛多重的葱？大概30公斤左右。哇，那也跟我刚刚差不多，厉害哦！厉害！他手臂很细耶，看起来。他很瘦哎。对呀，哇，这么瘦，你有45公斤吗？啊，超过，46左右。超过一公斤。很老实，真的相当老实。种葱这件事情是你自己很甘愿的，还是说其实是被逼迫的？刚开始是被逼迫，后来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，就看葱这样子慢慢长大，就觉得好像带小孩子一样。而且葱是一整年都会一直长，它会一直长，对。它一个生长期10天吗？3-4个月。啊，3-4个月啊、哦，3-4个月。哦，那你们有没有农闲的时候啊？农闲台风天的时候。啊，那也太少了吧！只有台风天才有农闲，一年就只有几天而已。有中秋二日这种东西吗？没有，很辛苦，完全没有，辛苦哦。那你怎么约会？对啊，怎么认识男朋友？一起约会就一起去种葱，一起种葱吗？那刚约会就在种葱这样。是哦，那人生就是都是葱哎。对啊，就是葱葱葱。你好，葱葱，有喜爱，秋。好正面哦，好正面的人生哦，好棒哦，好励志。哎，我今天放假哦，那怎么样？好，我们先来冲几天好不好？对啊，哇，厉害！你有没有想过要转行之类的？比如说做专柜啊，或什么？不是吹冷气舒服？没有，因为是家里的职业，所以就帮忙这样子。家里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帮忙吗？没有，所以我才下去帮忙。独生女。不是独生女，是没有人愿意帮忙做这个。啊，你好伟大！可是我觉得他是他女儿。很孝顺，我觉得今天这期做完，大家都想娶女汉，真的，真的，自己好正面，我们就变成抢手货了。因为工作太累到万感，然后到哭泣吗？还好，会越做越有成就感呢。哇，好正面，好厉害，不想让人家看不起这样子啊，就是想要不认输这样子，不要让人家看不起。对啊，有被看不起过？就可能同侪之间、同学之间，就是你。长那么漂亮，种葱干嘛？打他！对啊，长葱啊！揍他！葱瓜哎！葱瓜！葱瓜！这有我就好吗？这有什么好笑？葱花，宜兰葱花。今天第一届宜兰葱花小姐。明年三星一乡就举办葱花公主，对啊，可以代言葱哎，真的，谢谢，好厉害哦！好，各位，今天接下来这一位呢，本身是个拖车司机，田雅婷，欢迎。你好漂亮哦！你有刘海哎，我的妈！田雅婷，今年25岁的职业拖车司机，在她坚强的外表下，可是有着一段令人鼻酸的故事哦。你怎么可能长这样去拖车？你为什么要去开拖车？因为家里工作有关系。他还有做彩绘指甲哎！哇，这怎么拖？这样指甲不会掉吗？我的是短的啊，其实还好啊，有手套。啊，拖子是要干嘛的？是防晒用的。女汉子也是要美拖车的。哇，好厉害！所以你也会操纵那个？天哪，那个躺在那里的是你？那是。你在干嘛？我在用那个一种特殊在拖大车的工具，就是架在它下面的，塞进去。对，哦，你要把那个扣住下面才能把车拖走。那不是都很重吗？那个要对，那个要很重，而且一个不小心手指就不见了。哇！因为这是因为家里面的关系，所以才做这工作。对，是因为家里面妈妈年纪大了，然后身体不舒服，所以才继续接这个工作。好孝顺哦，妈妈还是爸爸？爸爸也是，爸爸是因为坐拖车然后走掉。